开经本，科去第三十六面第七行啊。这个经本无共款，也不要紧啊。请看，不数变国第十四啊，不数变国的十四。第十四篇，这真容易。 诶，找到诶，啊！诶，这篇经文，这阵要甲咱介绍，这是定算释算西方世界诶一部中言。用咱现代话来讲呢，就是。 学习构住生活的环境、啊、呃，平队里讲的这个不，讲的这个修变革，这是、個、三行代志。 但必须爱会当理解、了解伊表发的意出，啊，你才会真正学得物件。不、哦，什么是不？你这个世间。 真正会当解决一切困难问题，咱当称之为“补”啊，在乎是“补”，诶，解决咱的无自信我的问题，就是、这这是“补”。第二啊，是“补”，会当挽救。 咱嚟精神生活，唔，过是，人够较重要嘅，真正嘅问题，即、这个生死嘅问题。那是会去找到解决生死问题，诶，真正是大宝啊，最舒胜嘅宝咯。 佛法称为三宝啊，讲这三项物件，乃会当何咱解决现今物质精神生活所有一切的困惑，而且会帮助咱解决。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 真正竞到不生不灭的大力般境界，涅盘是幻物，意思都是不生不灭。成就啊，究竟圆满诶，固德，这真是啊，真正一步啊，这世间。 无得找呀、啊！一在佛法内面，咱常讲，这个菩提多位咧，菩提家己诶。本性来对啊，这个袂当毋知影，但是。 以后，了得众生？侬从家己自身内面固着究竟，万万的不中啊！没事咯，甲嘴讲是没事唔是真正失去咯。讲人啊，拢固着啊！现在因为你没迷了后啊，即、这个宝啊，就未当现钱咯。 啊，所以你现在，我就感觉真可闷呐，啊，真痛苦。得到这个压力啊，的的流转啊。这个压力是啥物呢？你的烦恼、习气，得到你家己的自私自利啊，贪嗔痴慢。 啊，对于我有六点 A，哦哦，这一物件就出现了六度变现出三度三度六度拢不是真的呀！啊，或者这者经常上讲啊，凡事上皆是浮梦啊，啊，啊一切有为化，都梦幻泡影啊。

菩萨讲我，或是究竟圆满的讲我，因清楚、因明白，不隔咧就称之为凡夫。当然你是凡夫，六道内边的凡夫，就花界凡夫。人人啊，拢有佛性，佛性是宝啊。 佛法未传到中国来进行，中国圣人怎样？不是不怎样？如讲啊，真多，多马功真多，甚至有先秦诸子所讲的真正做诶道理。 啊，拢是显示出真实的智慧。啊，个护菩萨所讲嘅，拢西讲宽。啊，咱哈过嘅东下，诶、欸，对于这个代志，常常心内有些疑问。 孔夫子、明夫子、老主、曾主，你中国这的先天是不是啊？佛菩萨应华而来呢？要哪无？因讲的话，为什么讲佛经？那你接棍呢？早你，我嘛是有这个问题，向李老师来请教。 老师跟我讲，作为理想来讲，讲得通。如何菩萨随类化身啊。在中国这个地区，袂当现佛菩萨的形像啊，来教化众生。无缺这方面的机，会要安怎献像呢？就献孔子的像，献啊民主的像，献老子、曾子的像。 这方面嘅人欢喜接受啊，诶、啊，理想讲嘅通嘅、啊，但是呢，思想上呢，就冇证据啊，冇证据，理想讲嘅通，思想上冇证据。诶，老师教我们解答啊，一、这个解答真好啊，啊所以喺呢、这个西方。 西贤威，贤弟啊，西贤威，亚苏基督，西贤威，莫哈别跌。哎呀，咱他化言经》啊，这红莲带我啊！啊，什么人西贤的呢？哎，啲化验经上》像比罗加那如来啊。 譬如讲啊，如来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本性啊！啊，是咱家起诶，真如本性啊，毋是别人诶啊！啊，伫中国，你看较早到东盟三四诶，小朋友读咯，读什么呢？读三字经，三字经顶面头一句话啊！ 就将你一生所修学的断修合理咯。人之初，性本善呐。迄个善啊，那個、啊就是咱的真性。真性是纯善的、纯正的。即、这个仙，毋是仙恶诶，仙。仙恶诶，仙，已经是不仙咯。 为什么一路在两兵啊？在佛法来面讲呢，见性来对边见边见都是两边对立。什么是真仙呢？两兵啊，拢放下咯。这个大乘佛法讲中道，先让两兵离开叫中道，中道也无咯。 两兵不立，用道不准呐、啊！这是真仙呐，这是本仙呐、啊。所以，那么肯定一切众生本性啊是善的。啊，咱对哦，一切众生这尊敬的心理这生也起来。你这人行为更加恶。 佢惡是咩？唔是你诶本性，是你诶习性啊！啊，习性呢？是本性内面无诶啊！我尊重你诶本性，我礼敬你诶本性。中国人叫做本性，喺佛法内面叫做佛性。随性本性喺佛法内面就是佛性啊！ 这是不啊！佛性内面有著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上好。哦，法眼经理，我甲人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为什么你有本性啊？啊，你有真心吗、啊？ 你嘅精神本性啊，完完满满具足了无量智慧、无量嘅德能、能力无所不能啊！相好唔止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菩提大经内面讲嘅，富有无量相，尚有无量好啊！是你自性本来具足嘅。 非常诶可惜，即佛讲呀。但伊梦想执着，而不能正定。啊，咱今仔日为什么将圣德送失去咧？就是因为你有梦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所以你虽然有甲诸佛如来共款诶智慧德相，未当现前。虽然未当现前，并无真正失去啦。 只要你将梦想分别执着啊放下咯，你的智慧德上就现前咯。哎，放下，哇，放下一点啊，你就看到咯。啊，你看我今年、甲去年、甲前年、甲大前年比较比较哇，我、欸、呃，愈来啊愈少年。啊。 啊,啊！身体愈来愈好啊，愈来愈快乐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放下啦，将梦想分别执着拢总放下了。心地自在啊，身体轻松啊，成功放松，只是好念着的拢无啊。 回报外人，侮辱外人，陷害外坏人？你看我用什物态度对伊呢？我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用静心对待伊啊！伊、啊、是我嘅恩人啊，安怎讲是我嘅恩人？替我消业障啊！我无私业来做的业，参会遮么做业障？逐工互拯救忏悔，忏悔袂得去啊！因 这态度对我，将我业障拢消去了，所以我才有这样的自在啊！这啊，也就是我比你高明一点的所在。你哪都到这样的人，你会生气啊，你会生烦恼啊，那就害了，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完完，上不不完不了啊！所以呢，一定爱怎样也敬啊！ 哦，言是啊，退我小业种呀，一定系欢喜接受。哎，尊，好温馨来对台。以做物业小业业种，真正我业种变做走期辛苦去了。恁想看卖？我无报答米，想买报答米咧？应该要报答吧？ 但是什么呢？伊成就我，伊将我的境界向上提升了。我以修学的功德回向何以啊？以弘化利生的功德回向何以？啊，真正不稳呐！呀，咱啊，自性的三宝啊，不断的向外面透咯。 啊！即摆倒来咧，继续来讲即部景。即部景头前啊所讲诶，注意从头前所讲诶物件，甲我即两工啊过来讲诶时阵比看觅无共款境界无共款啊，啊就提升真济咯。所以补啊，啊咱知影补的无伫外下面呐、啊，补伫自身诶内面，补伫江湖当中，别呢补就失去咯。 咁我呢，即、这个报佢叫倒转来，啊，即、这个报是即意思啊。秋是虾米意思呢？千万唔能够看到外面真多大树。哎，你就迷咯。秋你看，即个秋景观，真明显啦、啊。所以啊，秋代表建立，代表固现啦、啊。 表示意思啊！新加坡技术林有六十万年的历史咯。头前啊，在先知识甲咱建立这個道场。这个道场初建立的时阵，咱嘛是看到一款相片，非常的简陋。在多年嘅当中， 这个代代传人，每一届的当树啊，哪点啊，不断在咧扩充啊，不断哪在咧扩建啊，这就叫建树啊。技术林就是一张大树，前人将这个手种落去，现在这张手大个只大。 开花结果，钢筋修持是开花，两花红生是结果，所以即张大树，咱看着逐年啊，拢伫咧开花，时时啊，看着果实啦，啊，这是啊，树诶意思。 伫这个地区，就像这款的宝树，这个宝树是政法的宝树啊，是如来正教的宝树，哈、啊，你看到啊？就是讲伫咱们阿这个地区，咱跟他讲政法道场，这地、个、的宝树啊，都、就是政法道场。 啊！你对这所在去体会这经来对艺术，你就明了了。你才会当啊，真正学着物件，学着了后，如何落是伫家己诶身上呢？按、啊、怎来将家己变作一个报酬呢？这啊，真重要啊！头、就、条是报酬？ 做哪一底，每一个修行的人，拢是布施啊！布施啊，才会变国啊！一切诸佛如来是布施，一切法身菩萨是布施，一切声闻缘觉嘛是布施啊！因哪因家己嘅形象。 教化一切众生，教化的唔单啊是应教啊，应教你家己做未够，无人相信，那是假呀，唔是真啊。所以要难主席去观察，去体会。先讓我看莫尼佛，你家看麦，咱伫喺断来内面。 最高老的传奇你在重庆里面，石甲坡、石巷子，也有一个叫做石甲新一坡。一共有三种。在重庆内有三种，我看过两种。石甲茉莉花，给人表演的是现。 家己修黑开我正哥，然后啊即帮助别人，即都是老大人哋经常上讲的家己未多，未多，别人啊是无有是处啊。而家己升多咯，然后即系去多别人，对啦，这就系无错咯。 啊，难见啊，弟，胡教为什么睡迷呢？咱呐想要帮助别人克服，为什么叫你困难呢？家己不啊，无学好啊，家己诶烦恼时去也未断啊，家己诶智慧无开啊，要想要帮助别人，都半时伫咧帮助别人当中生烦恼啊。 即个一般人讲的啊，无甲帮忙着啊，不但每当成就人啊，点脑时候把人啊受着伤害，唔管是有意无意啊，呃、啊，拢是罪过啊。所以咱学佛，人生目标是爱定一家己。 助觉助我。为什么那未当开我祖性而保重，为什么未当开发呢？原因就是烦恼习气太重，大乘佛法对到而 对呀、啊，地藏菩萨而去呀。在中国，四大名山、四大菩萨，代表大乘佛法的修由总纲领。令？这个地是心地呀，宗是不宗啊。中 种啊，就是咱啊，心底不种啊，啊，都是如来的智慧的上，一切众生都值得为求呢。上好啊，是福报啊，求好嘛。这啊是能力啊，多才多艺啊，智慧、啊。地位 这个人拢是求智慧、求技术啦、求能力、求福报。唔知啊，这啥行嘅物件，自身本来固著啊。所以，佛叫人唔免去外口叫，对家己内心内边来叫。这条佛法啦，叫做内哈啊。内哈是对这个所在建立嘅啊。 所以外面就没丢呀、啊，我就独立呀。现在一般大行来面，商业银行里面有进些高收，拢是嘎怎样？ 修理，工商目的就是修理啊！怎样会好去啊？我即摆离开澳洲进前，都好拄着叫你回师大学商学院的，迄、那个那个建筑，迄个建筑落成典礼。 校长请我去参加，啊，拄着真侪商学院的教授，拢是出名的教授，啊，其中有一位真侪岁咯，大概已经退休咯，伊的经验非常丰富啊。校长特别甲伊介绍，伊经几十年啊，伫即、這个。 当上届服务的迄个经验，伫学校内面，迄就是最好的教材啊！啊，我听完你讲话了后，我甲校长讲，我讲我五十年下学分，我对于教发财之道，比伊较高明真多啊。伊伊逐工尬，别人地富。 这老教授家己无法财啊，所以拄着我这个学生就真麻烦、啊。你教我发财，你无法财啊！你迄套物件，我毋敢相信。什么道理咧？哇，估计真正欠 A 比录啊！这教授是学校内底所教解啊，咱互相讲言啦、啊。 伊知影即个呀、啊？就似农夫咧种植物，共款。伊知影即个技术？伊知影讲？什么会土壤肥料啊？即、這个即、這个温度湿度，即个技术方面啊，非常诶高明。但是安怎咧？无经济啊！更加高明，也袂当种出植物来啊！无经济啊！ 所以，个卡高明嘅教授讲嘅真正有道理。伊未发财啊，无经济啊，我有经济诶、啊。胡克讲因，因个加上盐，后面姑婆就现钱咯。啊，因起什么呢？你看咱东方嘅人算命。 算命时阵看你的命对是，是有灾库啊！迄、那个灾库即是因呐、啊。你命对有灾库，无论经营什物款的事业，你的钱财滚滚而来啊！缘啊，命来对无灾库啊！迄、那个缘你莫搁较多啊。 去给将来去学校去做教授啊！每个月提一点啊，钟点费给例子，你未发财啊！即个道理，学校无人办啦、啊。我讲我来教工商、教经济，好老师啊，好教授啊。即个物件咧，拢得合法来对。 佛法教人，因是对这位来，就是你命对灾苦对这位来啊，灾布施来啊,啊。你看基苏林这样，你年，尼，如是如做，这就明显的啊。无施就无了。啊、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布施的健康等享修这是你真正修因啦。这系。 道理现在全世界，迄、那个啊，大学啊、商学院拢无咧讲啊，伊拢毋办啊，所以拢是咧变即个言啊。那像咧种物件，各较各名诶农夫啊，无证据啊，怎样种啊，种袂出来。所以啊，看即个款式啊，我抑是得来去教。 如果你这个修学功夫搞对咯，圣德内面的三宝啊，这个三宝用现在话来讲，财富啊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啊，健康长寿是上好啊，上好太侪，古时航现在大家拢需求呀。祖先内面的三宝就对外逃咯，诶，得到大自在啊。 无见性，即、这个大圣法内面讲呀，无降恶啊！诶，即恶有两种，一种是改恶，一种是正恶。改恶都拢无路用，改恶是你已明辨咯，故不为当现前。为什么？你烦恼受气无断啊？你无改过来啊？即恶是你真正改过来咯？ 啊，都有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只适合贪心的龙母啊，只适合见吝心没，无落啊，你祖先来面的福报啊，就现见了，就向我了。只要无只适合见贪，祖先的福报未得现见，所以。 你而家看，这世间人，从这个救灾户，列入伊这个一生当中第一个目标啊，临危在世啊，多一个袂贪财啊，佛法教学也从这个列为第一啊，你没按照得着，完满的在乎呢？你将贪断掉。 贪是障碍啊，所以六道内边啊，第一就是暴尸啊，暴尸多健康啊，坚持饮食啊。啊，你只要将健康嘛噶断掉，你自性内边呢，一个呃上好，一、這个那是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，就逃出来了。 啊！你那个将武器啊断掉，不、哦？五七是什么？不、啊，这刀五七呀，五七断掉了后，啊，你祖先本国的不这地慧就现见了，不啊？你看，求聪明智慧是安你求也啊，没武器呀？哎哟，说说说话。 形上，历史、因果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慧眼前咯。这个智慧不是求来呀、啊，没悟啊。这个接触就通达咯，就明白了。那都爱去悟嘞？这是你自性本具而不在智慧套路咯。 你个二当修七密，七界婆罗蜜，七界是多欧业吧啊，能、啊、量是多、啊，情灰啊这是修什么呢？修健康等修啊，无一不是的健康等修啊。这是跟你讲因啊无健性的时阵，你修这因都得缘。 你诶，智慧、聪明、智慧、福报、健康、长寿，拢会现前。人天呐、啊，福报啊，对下来呀、啊！啊,啊，你无修音，专门提供言，无落用啊！你若真正听修音，言是次要的，唔是最重要的。 但是缘啊，未当无啊！断恶修善啊，这是上好的缘啊。起心动念，唔当去想家己，想一切苦难众生，全心全力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众生最大的苦难是甚么呢？是未歇啊！ 所以，真实的功德是帮助众生破灭开悟。那想要帮助众生破灭开悟，提升家己爱啊。破灭开悟。也咱家己树立一个好的形象，这是补修。这个身体，家己的做的，家己的拢是一张修，这是补修啊。

伊对有好开修学就有信心咯，咱家己学学，即、這个形象啊、不将啊，都无成即款咧，人即个看好咯。你学学学做即个款，我也袂让你骗去，我无叫你学。以前爱比伊较好啊，比伊较舒心。 互伊看着会感觉羡慕，所以我的经常讲啊，菩萨幸福。你无实现幸福进程，啊，用一百劫的时间，这个一百劫，等地无一定。这是什么呢？一百劫是标志的圆满。每一个人圆满啊，拢无共款，个人个性无共款。 要用遮尔长的时间修什么呢？专门修福报。实在讲，和这个话是实现的啊，是方便语啊，唔是真心语、啊。为什么呢？多一个明心见性的、自身的智慧得灵现前，要来修什么呢？修是修好看快啊，好难看。哎呀，菩萨侬在修福，咱无修福，那会用你呢？ 容易是伫即地啊，伊是来表演、来搬戏的，伊唔是真啊。但是甲人讲啊，无讲我的六度万福，伫调音腹部，确确实实是即款方法修行咧。所以伊迄种实现伫大学内面来去做教授啊，是一流的啊，而是真实的啊。现身毕竟唔是容易代志啊。 毋是讲要互万福，救化界众生，下当啊，用依去得到诶。啊，即会咱是毋是无分咯？玄德代师啊，讲得真好，总在语言不懂啊。问题都是讲，你啊，这一生当中，是毋是有这个缘分，拄着真正会佛法？ 拄到开星教，拄到善地识，拄到好诶，东参道友，啊，拄到如法诶修学道场，所以遮你做诶条件，你系拢总古着地调咯，你即个一生诶成就就无困难咯，有希望成就。即、这个、一生，遮尔好诶造言，也袂当成就，那就过你家己。 未肯用功咯，啊！那你帮人讲未肯用心吗？你若梦想,想，你也未当依照经典内面嘅即个理论方法来学习。嗰年呢，依照经典嘅理论方法学习，哪有讲未成就嘅道理？ 即个啊，咱来相信啦、啊，不求啊，就是即个意思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无比的殊胜咯。不求变国，无论去到多位，拢有无比殊胜诶道场。啥人来教你呢？阿弥陀佛来教。 毋是别人来教你啊！西方叫做世界大话冷罪啊！而家冇办法人去生啊，头前一拼啊，难脱嘅。阿弥陀佛敢会当教遮罪人咧？会啊，阿弥陀佛嘅分身啊，分无量无边身。啊，所以到西方叫做世界，无论伫喺一个所在，你拢会看着西方三圣。 啊！因诶化心啊，化心啊,啊，是变满极乐世界啊！伊说时，伊切处心内一想要，要见阿弥陀佛、见观音世子，迄、那个像住伫你面头前，伊、啊、就跟你监经啊，说法教导你修行。即、這个环境要去都位找咧。 所以最后诶，上下环境伫结了世界，十方祝贺赞叹，十方祝贺困难求生啊，给了世界。怎样才会当去呢？一定爱会记哩，经典上讲诶每一句，至少。

猴爷大师的要盖，盖写家太妙了。英国大师对伊的称赞，就讲是阿弥陀佛再来，甲弥陀经啊做一主，做些注解也未当啊，超过其上啊，真正是甲伊赞叹到极处了。早年咱那新加坡。 演白法师，就、这个交我是老朋友咯。伊啊，在时时阵，阮常常见面。啊，有一摆，伊请我食饭，问我即件代志。伊讲因公大师啊，啊，因公大师对老爷大师诶，要解是毋是讲去想结婚即点啊？伊问我即个问题。 我该老大人讲，伊大我十岁，我讲一点啊都拢未结婚。啊，印光大师的赞叹是赞叹噶多多啊好。印公大师啊是真女家、实女家、如女家，一点啊都未结婚啊。 我伫《西经论》内面，过去我伫美国，有同事问我，伊讲情况特殊啊。如果伫这个一代宗教内面，只准你学一部经，你咪选多一部经。我是毫无疑气，我选阿弥陀经，阿育大疏要解。就这部经啊。 咱你出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生完满成就有够了。<noise> 为什么后来攻击普京呢？这普京是奉老师之命啊！李炳南老技师将这普京传好啊。 啊、我讲，下流技术会，即个是根本，是无法高清年众生得到的唯一的法门。所以，尽管是有人无同意的反对，我有私心啊！恁会使反对，我袂当反对。我若反对，人就会从迄顶帽啊，抵抵我的身躯咧，尽快死啊！ 背书本多，即、这个罪名是爱对地甲呀。呃，把人拢反对。呃，李李老师唔是李老师啊，你也使讲啊，我是未用你啊。我我伊有私生关系啊，所以啊，中国嘅个性先显得啲人。 北母国较毋好，未用你为业北母啊，你就大不好。老师，你爱真心中来选择，既然选择了，但伊做老师，啊，即、这个关系啊，是一生啊。你若讲是文输办对时阵，呀、啊，你生姓、劣德行就亏欠咯，劣德行就未当成就咯。你咁样会当成就学问呢？ 所以，我哋即个敬月三福内对教人，你看第一句好养父母，第二句好读书,书中，中世间你对历史上去看，古今中外无一个不好父母的人会当有成就，无一个背书叛道嘅人会有成就。如何拢是安尼教人嘅？ 咱家己若袂当接受，袂当相信，家己爱要重新创一条新诶路，哎，你就试看麦，看,看你是毋是成功。伊那日啊，这个世间受到遮尔大诶苦难，真正诶原因是什么呢？我想讲啦，不听老人言。 假亏在眼前呐，佛门弟子修行修到这个款呐、啊，是无要听佛陀的言语啊，无听佛的话啊。世间人啊，拄着即个艰难，是无听个性先贤的教诲，以为家己真好啊，以为家己真聪明啊。

咱侬好好啊，休假去是毕业，虽然就业无好，安尼毕业好。伫即个劫难诶当中，我也会当讲，幸免啊抑个会未受到即个大诶影响，所以影响是未当避免的，大诶影响未啊。 呃，修道家居诶进行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比什么更重要？希望各位同学也当了解一点。来看诸佛菩萨树立的形象，什么冤家树立的形象，也拢是啊，咱的表述啦，咱应当。 用于学习，誒、呃，即系甲真正嘅現象变慢復國，這是品德嘅大义。现在能看经文。 比如来国，多做宝树，叶顺金树，顺白云树，琉璃树、水近树、好白树、你玉树、马老师，为一不行不杂五报这个意思，作为东汉。

啊，这来对是够多人啊，咱初黑的人，哎，对这个所在，落秋啊，啊，唔贪唔追啊，三字经顶面讲呀，高枝都贵易钻呐。 专的是专一，而且顶面讲的是专一。七宝，七是这圆满的数字，呃，毋是毋”是数目字，代表圆满。七是在讲什么呢？讲即、这个四方上下当中，即就圆满咯。所以啊，伊是代表圆满呢。 花园来对啊，用十代表圆满，伊是用数字，伊到十是一个圆满的数字，所以啊，这毋是数学的啊，伊是标法的。第一册法里面，咱学级法，家己学级法，对于无二啊，其他的法来尊重，一定要会记哩。 我嚟教导，我哋金刚经上甲人讲：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即、这个都、就是，那那我选择一法啦来修学，对有其他的法，那来尊重啊，爱赞叹，爱供养。啊，这是华严经到最后，恁看现在当主五十三参，恁就看到了。 决定啊，唔通诽谤啊！诽谤系安怎咧？诽谤就是助战非他。我赞叹我这个法门殊胜，别个法门都不如我。啊，汝若是有这个念头，汝是啊诽谤三宝。汝想看唛？汝学佛诽谤三宝，汝若通成就？然后即道理，所谓这话拢是胡说的、啊 你只生的护工，这个话是正确；护工其他话的时阵，你拢要加诽谤。你要安怎讲？即个红书书长，即句话要安怎讲会通？何为什么被公家的罪法？是因为众生根性无共款呀？即、啊這个如果主意若听无，咱姑且比如。 那像即个药店内底的卖药啊，你看这个药有几了千种几万种，多些药拢好啊。治边啊，我要用什物药？我是着什物病？用即个药最好对治我诶边啊。我食即个药啊，病就会好啊。药到病除啊，对我有好处啊。别行药诶时阵，我袂当讲伊毋好，伊医别人诶病啊。 一个人的病甲我的病是无共款啦，咱用药啊就无共款咯。啊，一只要将即个病医好，哎、啊，拢是好药，拢是良药啊。药若食毋掉咧，食毋掉诶时阵啊，咱知影可能啊，连老命都拢无去咯。何况嘛，是安尼西啊，犯门爱胡错咯，犯心肺病就断掉咯，咁只道理啊。 所以咧，百万事千繁忙，你爱呀、啊，心中选的千万唔能选错了。你若是啊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相信啊，你会真恐怖。哎、啊，万一选唔对咯，我会发心未免就完咯。啊，好在呀，非常清楚。所以啊，佛的这个被。 里面的进程对咱有支持啊，甲咱支持一个大方向、大关节好讲给了。政法时期和别多了后诶一千年啊，是政法啊。地这时期率落成就，只要认真而盖。改 毋通换届，毋通破界，啊！你就会进步。上海时期呢，就是分别多，第二一千年，一千年了后，到两千年。上海时期，咸定神州，佛法传到中国来诶时阵，拄好是上海时期。 所以，现伫中国非常的普遍呢、啊。道的这点，文化时期净土成就，文化时期就是分别到两千年的后，文化几万年。现在全世界公认。 我観到到今年是两千五百多年，那就是外法时期咯。咱先依地这个外法，随顺啊获得的教诲，咱啊选择净土法门，这就对咯，这就无错咯。大雄讲原则无错咯，净土法门的经典呐、啊、无罪，现在咱所看到的。 五经一论即、这个五经一论呢，随便以多一种拢会用的，一门情的啊。你讲五经一论，我拢学嘛，会用的，总归是即个宗派啊，即是一条路，这个门路，其他宗派经典就毋通去解看咯。 一门亲力啊，当时分手这是顺啊。这个顺利一直贯落来，顺金书、顺白文书、顺琉璃书、顺水晶书，伊是贯落来啊。哎，这是啊，胜利啊，后面无咯，这胜利，这都是甲咱讲一门啊，一门亲力，当时分手。

你无教格明心见性，你袂当毕业啊！中国古代时阵，无论是宗门教学，禅宗叫做明心见性，教学叫做大开眼界，啊，咱净土呢，叫离心不乱。 啊！秘藏内边三米相应，即款诶条件咧，你啊即会当算功毕业啊！比较两后咧，是江下都稳啊。我问吴良西云学啊，迄、那个时阵学起来容易啊，一点仔都无困难啊。遐咱伫短见内边看条。 龙树破散，这是正教错地，错地破散。等你这啊，拢是实现伫这个世间呢，在定诶聪明智慧，好手护法，像阿摩尼佛讲诶，这个一切法。 记得九你讲个一切话，伊三个月就完咯。啊，学完了后，大概也错的初是高初，是别搞错的。而我啊不无可能是冤搞。啊，冤搞错的菩萨，一个功夫深咯，烦恼未可再去现行咯。 应该是别的，别的相当是大兴教来边的初祖，法心祖破一片无明，正因法性咯，也爱退转。 第大先教咧，咱知影教北弟啊，即未退转啊。北弟叫做不懂得啊，七弟以前拢会退转啦。但是退有一底线，就是初资，未退到初资以外。所以伊啊，从即个四尊的经典隆重读完咯，三个月读完了后，伊就去五万咯，感觉即、这个。 呃、天上人间真正是为我独尊啊，无人当介伊相比啦。啦这个无慢心嘛就升起来了。现在人讲诶，值得骄傲啊，伊值得骄傲啊。大良菩萨看到咯，来帮助伊啊。所以大菩萨帮助小菩萨，以因果影响福高大啊，先后念珠菩萨。 大菩萨有接力嘛？先后两接小菩萨啦，都现延生，都啊，经过修小菩萨啦。大良菩萨带去梁江，我也去看这个伊所收藏的《大雄功夫法眼经》，到梁江这里看，大良菩萨收藏。 这个摩尼佛在最初三七日中，有人讲二七日中，这拢有根据，形成拢有讲呢。二七日中所讲的，大风光和化眼睛分量有偌多，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定劫，一竖天下未定品，梁世菩萨看了这个分量，我万心完全是无了。这知三讲家己未用咧。 家己读了少咯，啊，行好伊个烦恼咯。梁素菩萨这个思想，家人讲自家什么呢？门通，同教人一般讲呀。三啊，

伊无修这个原则啊，这个路咧啊是过去一切菩萨祝福如来所行的路啊。那现在毋相信，那现在时阵无要行一旧路，另外去行一条新路，你去试看麦，看你是毋是能行得通。啊，你若行会通，当然太难得咯。行未通，你即个一生就白过咯。 这叫做团刀啊，什么是刀？刀是老啊，对一门侵入老手啊，这是堕落啊。所以，诸位要学警告，你爱有智慧。 你还有见识，你还有毅力，还有恒心，一门深入。最初发心应该怎样发？我学无量寿经，我一生就学这部经，我就学唔念做老居士的这个注解。我一世人就学。 即部，要将即部经的理论变作我家己的思想境界，将即部经内面的教训变作我的生活行为，你啊就入境界了。啊，你就去入无量修，去入无量寿，哎，哪有讲未往生的道理？往生想给了谁家，你就退着咯。 我们无量世间黑、啊，去几多，要叫做世界。我这个恶啊，我无去到叫做世界，我就摸了即本啦。你若是讲啊，有即款的想法，即款的做法，啊，你肯定会成就啊。无定着，你就啊，看你根性，有人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就伫境界咯。迄个境界了后。 什么经？你只要即个看就通咯，就明了咯。逐日你久啊，有无良医，那你爱去准备啊，去查参考书，无即个必要咯。除非、嗯、现前咯。无你毋捌的物件，六根接触六种境界。 一切通达啦、啊，这是你地会开咯，所以一门清的，是开地会诶，闭关啦、啊。这出说话都拢无例话，啊，年纪那，你听着我讲这话，我这话毋知影讲偌济遍咯。但是讲较济咧，也无人听得去啊，所以你啊。 不得受用。个人你若听入去咯，听半咯，你对近啊，你去就照安尼去做。你家看三年以后的这效果啊，五年以后效果，十年以后的效果无敢款啦。对到这所在去看你不，你无敢款，你相貌变咯，你体质变咯，这是古博啊，因为你有电有灰。 相随心转啦、啊，你是一心一心的相，甲乱心的相是无共款啦。有时咧，上好公平，渐渐渐渐，你就跌掉了。这是现简的利益，啊，身体健康，就是讲身体有啥物毛病，滋滋涟涟会转变，免去互医生看。 免国去加油啊！以前甲油啊，就甲你完全断绝了，赚盐咯。啊，你伫个一切境界内面，顺境逆境自在快乐。所以出世间一切法，绝对呀、啊，每个在受着干料。 未过再受着因诶影响，你得定咯，你也得着莲华三昧咯。即、这个受用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即、这个、即、这个所在讲诶金文啊，琉璃水晶，即是七宝，啊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诶是法宝啊！ 大圣，啊！咱诶灵天，先甲摩尼公诶是发布，告你真正破一片无明，正要花心，然后你才会知影讲，世事世间一切法拢是发布，啊！你就入华严境界咯。 无执法，毋是法宝啊！真正环境伫到位，环境更是咱现实的生活。绿军绿顶绿色，那 <noise> 就是大风光辉化验嘛。所以，对一门侵略，砸军。 军真正订好了后，出赛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了比较后会使参学了。这个华严经现在当主五十三参，给咱做了榜样啊！现在的文殊书梳理菩萨，文殊菩萨些老师啊。 你老师也所在有一项一门，告毕业毕业是什咪呢？见书还到断咯，第三还到断咯，无明破一品咯。用华严经嘅话来讲，对有谁是谁干一切法执着断咯，未有执着，即、这个念头咯。 这就是见思烦恼，每个再有分别，心地够清净了，每个再有分别了。分别是定沙烦恼啊，无明破一品，都、就是妄想破几分。文殊菩萨即个所在。 课程完班毕业咯，文殊菩萨叫伊出去参学，即、这、以、个、后都是五十三餐，五十三餐都是供下道文啦，都、就是后面供呀，二宝三宝七宝乃至无量宝，都是这意思啊。参学的目的有两个。 这个是成就家基的广厦多门，成就家基的何德地啊？好德地是无所不知啊这个、你若无接触，那会当啊成就无所不知呢？头前的孙一宝啊，是啊，成就你的根本地，这个、一定要怎样？无根本地。 肯定无好得地，所以个人先培养家己嘅根本地，然后啊成就家己嘅好得地，这道理一定爱办啦、啊。哎呀、啊，如果毋办，老师无畀教你啊。根本地是啥物呢？ 根本地是无的啊，你看，把这经常讲的，把这无的啊，还是根本地，无所不地是好的地。所以你哪想要无所不地，你大心得爱目的，目的是无所不地的根啊，以佛法来，面是用一转一。 实在讲迄个根本伫讲破啊，那是禅定啊，定力、是非啊，定心的非是无的啊。定心的非，但是伊起作用，起作用就是无所不低啊，伊未起作用诶时阵无低啊。 即个道理，甲听无吼、喔，啊，咱用比如来讲啊，佛经来对也常常用即比如，亲像镜啊，啊，咱大家暗时拢照镜，早起起来照镜，镜来对有相无，无啊，一、啊啊、无相就亲像是无的啊，但是起作用的时阵。 你现一切相，现一切相，那就是无所不敌啊！所以现一切相，伊本身也是啊，无落印象啊啊！啊，所以根本伫甲好得伫，其作用诶是同时诶。啊，真正噶我诶人，伊用心就真够惊啊！即、这个。

会中无定，定中无会，定会均定啊！这是真正成就，这是自立、朱修养，这才会当对原夫主不断的向上提升。这个顶面是十柱、十平、是飞向、十地、顶角，这个四十个位处啊！ 第二目的咧，是教化众生，众生根性无共款啊，啊，你用这个换门去度一切众生，是无可能的，绝对做不教。所以你爱通达无量无边的换门，所以通达无量无边的换门，唔是为着家己，是为众生啊。通达的时阵非常容易啊，非常快速。 两世菩萨给咱表演呢，都是这个啊。所以，惊你无开悟，真正开悟了，这是世间法。这一接触就通达，就明了了。你讲这个偌自在啊，你若想讲要快速的成就，要有对这个方法比这个更加紧呢？你若想讲逐门拢去研究，逐门拢爱学，哎，就是讲，互你？ 两百年的寿命，你也无办法变下通啊！一破大重经也通未完呢。所以，我的经典上上上讲，咱是可怜名家。我想说这句话，你想啊，真正是可怜名家，啥聪明呢？ 听的话的话，人聪明啊；听的话的话，人有智慧啊。自认为聪明，唔经听话人，诶，这是叫做戆人啊。诶、欸，这是真正讲这个笨蛋啊。那那世上人常讲嘅聪明，反闭聪明外啊，都、就是迄款嘅人啦、啊。诶，是佛经内面常常讲嘅。 可怜命家，所以啊，即来底啊，最重要一句话，即段唯一不行不杂五报。即就是教咱一门侵入，决定无结杂，即、这个道理啊，一定爱办。咱流通法宝咧，即是功德，无量功德，咱家己修学的一门侵入。 三年，我的台湾，我有一个基金会和德教育基金会，即、這个基金会办二十多年咯，也有一点啊成就。基金会是什么款性质呢？是全世界和教诶和群啊、总部咱专门做保洁的工作。 无分宗派，无分法门，恁想要甚么款的经典，阮就尽量甲你收集印好送你，帮助全世界啊！但是咱家己修行呢，就不精啊。所以先教必教，从门教下，包括外国。 缅甸文的景点，我拢会印了巴利文的景点，我冇印了印起边比较困难，也来有这个力量加帮忙。缅甸文的大众经，巴黎文的大众经，咱拢有印过，印好了后上映啊。 即个对佛法来讲，即是修学啊。帮助无共的宗派，无共根性嘅众生来学习佛法，那即个能力帮助，专心专力帮助，绝对无问户之见。现在呢？ 人的心中对住发扬扩大咯，现在扩大到多元文化咯，不单是佛教，其他的宗教，那么亦是当年嘅帮助，专心专注的帮助。新加坡这边九个宗教，现在我哋澳洲澳洲有十二宗教，啊，因来车我，只系当佢帮忙的 我拢专心专力当助因。啊！谈了发言，即真真正明了。我们来边啊，无讲宗派，无论是显教、比教，我想讲，拢是世界末日会团而来，咱是亲兄弟啊！世界上其他一切宗教。 毋是隔壁兄弟啊，都、就是表兄弟，是一家人啊！<noise> 啊，所以咱的心乱，你要欢喜啊！完全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恭敬来对待，咱知影，宗教会和睦相处，做群会和睦相处。 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冲突都化解了，世界和平啊，才会当落实啊。所以真正想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最后的教科书都是大风功夫化现金，确实会当化解一切冲突。 那是包括那人间、旧法界一切众生的冲突，拢种化解，究竟无掉诶祸害。哎、啊，这是、個、第二段，这是扩展意思，我把主意拢讲出来了。人家会当讲的这部经典里面学到。 真实的物件，也有二部、三部乃至七部，专攻合成，观景机感。初步所称，化叶固实，下部化作。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呢？您听有无？ 你想看吗？这个讲的是不是多元文化呢？军建机干就是咱今下你讲的组织啊。军是根本，总公司，建机干是分公司啊，这个组织啊。 如部所成华业高息，这是讲。那以公司来讲，你较听有啊？公司内面所为产品，这是高息啊，用用社会一切大众啊，他不化作啊。 你对这个想法嘛，经文内对意思就通咯。佛经太慢啊，就是伊总是伊在言外，诶伊无对正面讲，伊另外讲啊，但是伊内面的意思非常非常丰富。他确实是啦，修养不精啊，修养不强啊。 所以，你来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里面，一个经典对咱有真大的帮助。而你真正经读通了，你那是经营工商业，你就知影讲要按怎去做，怎有管理，怎有提升，怎有发展。世间的大学内底学未到呀，在佛经里面学到了。 下面姑即个礼，即、这个礼我毋免详细讲啊。头前诶意思，你若听有，你就会当体会到。又不是个姑姐的礼，黄金为君，白君为新。即、这个新就是本啊，咱讲即个朝代是根本,本。 本是伊的主干呐、啊，本呐、啊，即、这个心是本呐、啊，琉璃为基，水之为烧啊，即、这个基是枝干，即、这个烧咧是对基内面啊所生诶，即是烧，诶，臭味溜啊，好撇为叶，米叶为花。 马闹为国，救主师好有七宝？何为君？干衣、靴、花鼓？种种众生，这个意思你听有不？这个布书主要的记的，书是见书。 啊，咱伫社会上建立诶事业，事业，你诶总公司是军，啊，你诶分公司是新，然后你列分公司内底有一讲分支机构，那就是机就是收，就是,是工作金，就。 叫话固，系拢是你即个公司内对诶产品啊！佣佣下回好无重心啊！这是故，即个咧，后面之故事终结。 业务做事，这个社会上公司唔是你一惊啊，各行各业，嘛是安你先啊，伊那嘛有七步啊，这个、七步来对，最重要是跟你讲的是智慧。你难今那里，就老师底的生活来对讲。 就这世间来讲，伦理道德，这是不啊？你说话来面讲呢，是先，我该树立良多，这是啊进步啊。 如果你经营工商业，无论经营到即个事业，那是讲用即个理论啊方法去做，无迄啰袂发达的，无迄啰袂长久的。因仔你的社会上，大家起心动念，违背了道德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。 总是想尽办法来欺骗别人，其心动念所作所为，损人利己啊，以为损人会当利己，其实这种思想、这种行为，将你家己命内面的福报啊，皆损咯。你呀、啊，经营事业，经营个袂歹，呃、啊，即几年啊。 赚了几千亿，家己感觉真满足了。其实啊，你命里对是有几落万的亿啊！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无道德，已经怕折扣了，怕了对接都唔止啊。你就在讲顺顺啊，自然的发展，你所得到的这个高息啊。 爱比你现在所得到增加真多倍啊！这个道理无人知影，总认为我若无去整别人，我袂当发财。总是想尽办法将别人的财，甲伊啊抢过来啊，认为家己而发财了，从中违背了因果啊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。 啊！你做诶是亏心事，你害着偌济人，到最后，到最后啊，抑是害着家己啊。害家己什么咧？欠命爱害命，欠债爱害钱啊！这分一毫拢未救啊！所以，因公大师为什么教人？ 了凡四训呢？了凡四训来对恭敬的道理，真加从清楚、从明白咯，你的心底就踏实咯，妄念就无咯。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做人。如是做帮助社会、帮助众生的代志，你诶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一切的福报。 啊，讲啊，拢伫咧尊重啊。了凡先生所做啊，大家拢有看到啊。为什么不买向去学习？为什么买自作聪明？啊，从你言之，都是讲不听啊，老林言呐、啊。 亏家真大咯，眼前家己得回无亏，福报接顺咯，寿命也接顺咯，来生也都够孩子，孩子也唔是遐尼容易啊，行对三途，宵夜罪业，罪业消完了后，结果来孩子啊。 麻烦真多，所以，佛菩萨世间圣贤人教导人，一、這个人伫一生啊，伫这世间，爱会当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一生当中袂得罪一个人。 无辜负一个人，无亏欠一个人，你讲你这个心胸偌自在咧，偌快乐啊！啊，即种诶快乐著、就是健康长寿诶。根，不但未害人，现在咱明白咯，精神诶命甲人诶命是共款诶。啊。 所有一切众生，绝对唔能讲有止个念头去，害伊，堂堂高下都拢未赢你。堂堂来给你定咯，你看着发欢喜心，你想要食饭啊？我供用一顿啊，不时供用啊。你给你话快乐，你对这种心，发这种心去，给不时供用。 伊甲你定袂听袂上啊？你为什会听会上呢？你毋肯报施嘛？迄、那个建贪嘛？建贪的时阵，即变甲家己有变啊。啊，你真正欠发心，迄、那个盲堂咧定你的时阵，你会使甲伊参详啊？为什么啊？定个面咧，当日第二工看咧歹看，面咧毋通定。 啊，手毋通停，这是伫外面咧，身体一个部位拢会用咧，伊真听话，真正甲你合作，拢有灵性啊！啊，即、这个灶骹内面咧，胶纸、狗血、河神，真多，拢总拢会使甲伊沟通。伊来创什么咧？伊来找食物啦、啊！啊，咱将即个食物啦、啊，放伫这门外。

都都、这个、啊！去买着迄间厝啊，带入去。即个狗虾啊，即个呃，家抓是是真多、啊。我叫我牵带下，我就从这道理介啊。我讲我看你的功夫，讲、啊、是遮这小动物，一年一年抑是咁款，抑连一点仔修行功夫都拢无。 啊！如果一年比一年少，证明你地下的用工可年呢？几年比几年少了。啊！现在、這個、呃，这个呃，外面啊，这个马路也会看到一点点啊高下，里面是无了，所以我讲，你修噶袂歹。啊，小动物拢会合作啊！ 个基础咧，花草树木，花草树木爱爱好啊，爱亲近，咱啊个关心，才有个有报答吧、啊。也不但、就是草特别绿，牛嫩花特别胖，特别水，伊也强用力啊，草木啊拢同人情啊。 那会当伤害的。我以前无学佛，唔知呀；学佛了后才知呀。整个宇宙，花花泼泼，谢谢互通啊，真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读这个佛经的时尊，能如他。 如触笔，啊，如他如怎样讲，未怎样生活，怎样工作，怎样处处待人接物，这个这个教科书真正是宝典啊！世间的学校来底无呀，像你后面讲，非常可惜，学校内面。 无要猜出用伊来做课本，你讲偌可笑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毋捌识啊？为什毋捌识？无人甲伊讲解啊？伊啊接触袂着啊！所以我即摆伫澳洲，真正是福菩萨加持啊！甲学校接触。 啊！因并且我去做做做这个教授，我我我将佛法带入去，我甲学生啊上课，实在每堂课讲几句都好咯，影片内面最精彩句讲几句。 看学校内面，教我安排偌侪堂课，我相信，我讲一学期、两学期，学生会听到真欢喜啊，就会要求要设这个课程咯。这是一个真好的语言。 各看下面这段，各自一行，行行相得，静静相望，其后相向，法式相通，应谢共邀，不可胜师呀、啊。 这段在讲咧是描写西方叫做世界的社会，不输都是各行各业，伊代表即、这个，也事实上咧，是毋是有即个现象咧？啊，作为讲又有啊。 为什么有呢？我哋经常啊，常常甲人讲，一波水掉，一波转。人有福报啊，现前的时阵，故作环境自然就无共款。即、这个、中国人看风水嘅常讲啊，好灵嘅好地啊，好地好灵机啊。 西方叫做世界，大家人拢修好所以一、那个所在福无大。我讲只系依部上嘅庄严，实际真正内边的意思，从进步拢看涉到内面去。同你讲，已经是一毋是二？对依部来对先进步对进步来对先依部。 啊，咱在真正下当体会到西方叫做世界思想庄严。整一段对文理来看，是讲秋 A 体质；呀，第这段呢是讲这个秋 A 清行。 颈椎，国质银行啊，国质啊是都施工，类别无共款伊易接。咱今仔公司伊有非常好诶规划，就是多次来宾，也分真椎、区域一点么萎接。 雇主是雇主的区域，商业区、金融区，即内底各再分。你想要经营某一种行业生意的，伫即条街路，想要买衫，就迄条街就会用的，袂杂袂乱，袂耽误时间。啊，你想要买多一项物件，诶，拢有即条街，拢有迄个区，即就是各做一行啊。 行行相迪，在那边讲相迪，相望相向，向东合作啊！啊，社会是多元的呀、啊，生活也是多元的、啊。一个小小的家庭生活，你你用品所需的，毋是单纯的啊。你都爱去。 各个所在去采买啊，提到家己所需要个啊，一句句话啊，就是讲社会的各行各业互相辅助，互相个支援啊，拢是为社会大众服务，欢迎这个社会，兴旺这个社会。 毋、啊、是伫即个胜利啊，是互助合作。个人真假期诶，最干啊，真假期诶，经验，一定要互住伫即个地区诶，居民生活拢会做到圆满，拢会得到方便。 这个经真正意思是探讨地质个所在。啊，那言外意思呢？都、就是咱常讲嘅，各个行业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礼让啊。 互相赞叹，互相重用，互助合作。国家政府有这个整体规划，假做这个。 未完完毕，你无欠款的，大多会啊！咱第即得看到这物件，是武功，其他的呢？注意下当去看基，唔良做技术的注解啊！伊的即个注解注甲真好。 啊，从这个古来真正最大的，对啊，即部境的著说啊，伊、这个操一下，甲互咱做参考。我家注意东壳提出来，就是境内边的弦花基因嘛。 艺术里面也可包括有无穷的艺术，所以啊，一个论是龙蛇功耀不可胜施啊，秘不胜修啊。即、这个物质环境如是，人事环境也如是，武功。 一个人事环境不可能有物质环境，预报肯定是随着进步转。我看尾后这一段，清风徐发出我吟声，一妙江声自然相和。 是做部署周边机构，这个总结非常重要，咱应当啊学习。这是讲妙音说法啦。 假清风，表示什么意思？风是动的，不动就不是叫做风。动是什咪呢？咱今仔日讲诶，即个稳重，稳重是动。 现代社会，真正做一行业，经常举办一寡活动，即、這个著是青风戏法。活动啊，即两年诶意义真深。 东啊是乖啊，啊不懂就死咯。任何的建筑也公用，拢是瓦当。技术林这个会高度鸟，伊嘛是几张手啊，伊系。 不断的在即地举办活动，讲经是活动，教学是活动，念佛是活动，种种发挥是活动，附带也个有诸善事业也是活动，联合其他宗教是活动，帮助信徒解决困难嘛是活动，情况喜欢啦。 即个活动，受时节咧，什么时阵做什么活动？从五音声，五音声都是咱今下咧讲嘅高香格啊。中国讲个时阵讲音声是五声，现在音乐内底讲七个音阶，中国都开始讲五嘅，讲相格定午。 出五音相的时，准五音嘛、啊、调和，美不胜收啊！哎，美妙景象，自然相合，即句话咱那真正清楚的，下当去体会到伫即个大社会，无同的行业。 我讲嘅文化，我讲嘅国家，我讲嘅族群，我讲嘅宗教，拢会当和睦相处啊！即、这个种种一切不同，就是不同嘅即个音声，城乡、啊、家庭户啊，拢是无讲啊！啊，伊毋是单一啦、啊。 啊，单立就太单调了，无虾米好听呀、啊。伊诶音会当组合做一、这、下、个，变做高音乐，迄就非常诶好听咯、啊。啊，即、这个著是讲用咱现在话来讲咧，即、这个著是多元文化诶社会啊，多元文化诶成就。 多元文化诶，殊胜利益啊，带好一切众生幸福美满诶人生啊，自在快乐诶生活。咱啊，对这边境里面。 细心嘛、啊，去甲想看卖，去体会表意，也表怀意处，协助保书周边机国，这是公职嘞。是轰击了世界，那是对教学生来讲，教学 设施，整个社会所有一切运作是教材啊，这就跟华严完全相应了。所以《大风广和华严经》的多位，就是咱整个现实的社会，都是一部《大风广和华严经》啊。 必须嚟经本内边嚟去学习，去学调，然后你才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啊！真正认识人生啊！怎样？怎样来对待家己？怎样来对待一切众生？好、哦，祝他拢会当得到究竟圆满。 啊现在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